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只要玩 SOP Fire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极速模式哦。刚刚原本要玩台服，后来发现台服模式太少，只有七个模式啊。印尼服有十个模式，光不同伺服器就差了三个模式啊。而且极速模式 2.0 呢，台服现在没有，所以我们现在玩一下印尼服吧。好。很可惜，极速模式现在没有其他地图啊。我是觉得可以开放一些其他地图来玩，因为百慕达这张地图大家应该都玩到烂掉了。如果可以开放其他地图，应该不错。我直接跳吧，直接找一个敌人抓。欸，前面这个飞好快啊！等一下换个人好了，抓这个有氪金的玩家。我现在目前印尼服没有氪，所有东西呢都是印尼服。官方非常佛心哦，让无氪玩家有一个不错的环境可以玩。哎，有两个人哎，先抢这栋大的哦。哎，他拿到枪，他拿到枪。哎，蓄力氪星哎，所以哦，江东又拿到这把神枪啊。没人呢，走掉了。哎，前面有枪点。他们是打起来了，超人。哎，可恶！他辅助瞄准跑去抓身体，还有一只。直接抬掉！我真的觉得蓄力氪星这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啊！如果是无氪玩家，大推这一把，因为这把是目前哎、欸，怎么赫马？哇塞！哎、欸，是刚刚敌人死掉前放是不是？有些玩家他可能死掉后，那无人机才飞出来。总之蓄力氪星这把就是，我觉得无涂装可以胜有涂装啊，因为他的攻击力非常高。啊，要先进圈了。其实模式缩圈很快。啊，至少拿 M82B 要小心。总之我大推这一把蓄力氪星，如果没有涂装的话，你要打赢 N1887、N1014 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因为他现在是蓄能后，他的那个伤害真的超高。然后而且你还有三八可以使用，新手玩家也可以练这一把，无氪跟新手都可以练。所以这把枪也是现在很多玩家很讨厌的一把枪，所以官方有把它稍微调弱吧。我记得刚出来的时候最强吧，现在好像有点调弱。上次改版资讯我看到，前几次改版好像也有稍微调整，因为忘了。总之这把枪就是必练啊，玩散弹枪玩家也要练，而且特别在印尼服都散弹枪的玩家。哦，怎么有背镜啊？糟糕，我现在是有红点。不是红点，机秒，这游戏叫机秒。最近玩 PUBG 玩太多了。香菇，刚刚上面有枪点。其实模式主要是拿来练枪啊，因为快速快决，死掉就再一场。上面，完了。差点死掉！哇，斯凯伊尔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没血了。欸、又有人。拜拜！我先蓄能好，等他进来啊。这个也没背镜。回到古罗扎三，不太见了，没有背镜哦，这场是怎么回事啊？头盔，没有背镜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没有背镜哎，太扯了。我们这场就玩蓄能氪星，蓄力氪星的对不对？剩四个敌人，
极速模式一场大概十几个到二十个吧，快速快决。没有四倍真的不习惯，他这个没有四倍技没有办法延伸伤害啊，伤害有时候打远伤害觉得蛮低的，而且倍镜比较好瞄头。刚才有枪声，我不见了。哎，上面有个人，收掉，收掉。这有凝胶。哎，抓到一个人 ，Free Fire Style，Free Fire Style 就是可以开关去抓隐藏的敌人。前面有两只吧，最后两只。预判。收一个，收一只，哎 Q， 还不死，拜拜。这就是蓄力克星厉害的地方。这把枪真的推荐无氪玩家必练啊！如果你真的想要无氪，然后打赢一些散弹枪玩家的话，就是有氪金的啊。这把真的蛮好练的哦，欢迎大家试试看。然后我目前最推荐就这一把枪啊。然后其实我们 2.0 真的是快速快决练枪模式啊，而且这场七杀。大概应该有杀快一半的人吧，因为一场只有十几个而已。然后所以说，如果是新玩家或无氪玩家啊，你们没有钱花钱在游戏上的话呢，可以尽量练练看这把枪，真的是蛮好用的。然后拿铁这边呢，就推荐一下蓄力克星啊。然后后面会再分享一些其他枪啊，如果说有不用氪金啊，因为像印尼服我现在没氪，也可以拿到很多涂装枪跟服装。现在你看到服装跟枪都没有花一毛钱，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伺服器啊。会留下玩家一个重大的一个因素哦。好，总之来讲，今天分享一下极速模式啊，而且一降落拿到这把神枪，蛮开心的。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呢。如果无氪玩家，你们推荐练哪一把枪，可以去跟氪金玩家去做对抗啊？欢迎影片下方留言。那我们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拿铁的影片或直播，可以帮你喜欢，请订阅我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继续分享 feedback 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奶频道，最后推荐 IG 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拿铁就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期游戏见喽，拜拜。